高雄那去哩哦。哎，那边有流浪头，还要做斜坡索道，然后再到九份那边去，还有可以到活动，哦。哎，在迄较早的较早还袂火车路的时阵呐，哎，怎么那么窄呀、啊？那么窄的铁，本来就是这，本来就这么窄、哦，本来就是这，就是它的铁轨就是这样子，那么窄啊！这个在这样讲啊，随便你，先生，你要站着要坐着都可以。哎，是一路 mini 的呀，你49.5公分的、啊。49.5公分，啊，做一遍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啊，那时候的，现在贵线呢，你是。啊！哦，这叫丢脸，你大爷！来，给你拍。这郭大哥。